我假装对酒店很熟悉。这怎么开不开呀？现在不都是房卡开锁吗？行，进去吧。你来过？啊？你肯定来过。没。找啥呢？拖鞋哪儿去了？这呢？给你拖鞋。这你都知道？这有啥不知道的？酒店拖鞋都放这，这常识。啊，好吧，我坏了。哎，没事儿，这有新的。跟。这也是常识。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正好还能参与一下活动。算你有心，什么活动啊？就是这款起点时代手游，现在登录游戏参与活动和互动，即可参与龙年限定活动，还能解锁不同角色。游戏玩家现在登录即可领取1万钻石。真不错啊！当然啦，这款专为男生设计的恋爱游戏也填补了男性用户的恋爱需求空缺。在游戏里不仅可以和思维风格各异的女生谈恋爱，而且还可以攻略房东阿姨，玩起来轻松又解压。那好吧，我先洗个澡回去再收拾。哎，等会儿。你信我的，你放会儿水再去，他们家洗澡水特别凉。你来过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家水凉？哎，我同事上回来的，他告诉我的。你肯定来过。那 WiFi 密码多少？给我。哎，连上了。你还说你没来过，连密码都连上了。刚才我在楼下问老板了呀。是吗？哎呀，别生气了嘛，不行我带你换一家酒店住。不换。为啥呀？这附近几公里就他家算最好的了。